再强调一下，就是你们在选择穿女装的男演员的时候，一定不要找那种女气的男人，那就错了。男人也可以穿女人的衣服，而不是男人应该像女人。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好看的男人，但不是娘们儿。娘们儿就妖了。不是娘娘腔，是好看的男人。对。好看的男人，不是娘娘腔。